是不是？那当然，另外一方面比较优先的就是现在总统的票数，目前观察到的都是落后的。那我身为韩国瑜身边蛮亲近的人，当然我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。一方面我感谢乡亲的支持，但是我没有，并没有办法在南投县可以帮助韩总统有很好的成绩。我觉得我觉得我有点做得还不足的地方，不过我相信韩市长他未来还是会继续的关心南投的发展。